奥特曼传奇英雄 VIP 版本，哎，可以获得三个新英雄，来吧！魔王兽念鬼、神秘四号诺亚，然后还有一个一拳超人艾拉。OK， 我们现在的巴尔坦星人50级，给他升一点经验。哇，这么一点点啊，都不够塞牙缝啊，小伙伴们。51级的巴尔坦星人，最近没有怎么干这个小号啊，不过我们的钻石还是挺多的哟。5400个钻石，这个号可以看广告啊，然后小鱼的大号是看不了广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吧，先来一局无限挑战压压惊啊，小伙伴们，说不定给我来一个12倍奖励呢。来吧，哥莫拉受死吧，一拳超人。哎，10个万能碎片，可以，只要万能碎片超过了10个都不亏啊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万能碎片也是非常需要的。对，巴尔坦星人今天挑战一下魔王兽，今天是周日啊，魔王兽比较强。根源破灭天使佐格，我们看一下普通难度打了没有，普通难度已经打了，困难难度没有打，可以获得15个。传说英雄选择器，目前小鱼只有这几个英雄啊，英雄非常的少，我们下个礼拜吧，下个礼拜能做2只六星英雄。对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不要让佐格靠近咱们，等待一下 buff 刷新。哇，什么鬼啊，一个技能直接把我秒杀了，是不是因为没穿装备啊，好脆啊，碰一下咱们就没血了。小伙伴们，遇到挫折不要慌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一定干翻他，加油奥利给。哇，不是吧，碰我们一下真的好掉血啊，小伙伴们。 buff 吃上焚身术，然后四技能完全不掉血啊，小伙伴们看到没有，完全不掉血，没办法，没装备啊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吃了 buff 也没用啊，砍他2刀吧。 OK， 女王上场咯，女王上场了，不要这样啊。哇，不是吧，小伙伴们，困难难度都好难打呀，不愧是魔王兽之首啊，看到没有，咱们吃了 buff 打他也不是很掉血啊，并且我们非常的脆。好吧，现在可能解决不了他呀，再过一个礼拜一定来打败你。看一下史诗任务欧布任务，解锁一下欧布的下一个形态啊，小伙伴们，融合吧，欧布重光形态。哎，这是小鱼的第二个欧布形态啊，欧布重光形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解锁了欧布爆炎副本。来吧，挑战一下爆炎副本。欧布只有20级啊，小伙伴们，派2个小怪兽保护一下我们的欧布。来喽，看一下这是重光形态还是起源形态啊，这是什么形态，这好像已经是重光形态了，小伙伴们。哎呦，他这个技能好帅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个技能应该是带来流血效果的，然后三技能带来沉默效果。哎，已经干掉了一个高斯，不过他又重生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他的一技能是有一个免伤效果的，小伙伴们，非常的给力。再来看一下他大招，超级帅，小伙伴们看到没有，再来一个四技能，斯佩利奥光线，等一下技能，没有技能了啊，我们血量也不多了，再开一个免疫。哎，再次解决掉高斯，剩下了梦比优斯啊，单挑梦比优斯你可不是对手啊。换一个形态，呵，我们的起源形态欧布至高圣剑，再来一发四技能直接带走，主要是装备太差了呀，因为我们没有 VIP 等级嘛，所以扫荡不了副本就很烦，对不对？挑战一下竞技场，哇，300多名啊，这个礼拜都进不了级啊，小伙伴们，要到20%才能晋级，对，感觉很难打呀。哎，50级的欧布啊，他这个是什么形态呀？欧布打欧布，我们只有20级啊，小伙伴们，来吧，免疫开启，来一个三技能，普通攻击，再来一个四技能，哇，不掉血，小伙伴们，开一个大招试一下，感觉也不是很掉血啊，小伙伴们。完了，我们的欧布感觉撑不住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哇，直接被爆炎形态给干掉了，小伙伴们，女王来替你们报仇吧，直接一个三技能，赛罗终极形态来大招闯一发。好吧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咯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小鱼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